生活品格味，方言小课堂尽在麻辣烫。四川哈有句歇后语叫牛角上套笋子，弯酸，因为牛角是弯的，再用笋子把它拴起，就谐音成了弯酸。弯酸这个词哈，在四川话后头就是有意无意的刁难啊、折腾的意思。其实这个词还是多形象的，弯就是有直路不走，有直话不说，非要绕来绕去的折腾你。酸就是摆起臭架子，嘴巴头酸言酸语，歪歪磨磨的挑剔你。比如说，哎，莽娃子新出了一个女朋友，那就是有点弯酸哈。大白天还想看星星，大晚上想吃刨冰，一不满意他就发脾气，折腾的莽娃子是眼冒金星。但是莽娃子啊，他还是屁颠屁颠的围着女朋友转，没得办法哈。这个啊，就是爱的力量。哎哎，摄像师帅哥，你还是把我拍好看点嘛。人家下来观众都说我下来比电视上好看，你还是把我拍瘦点。来，镜头左边点，左边点。哎呀，右边点，高点，高点。真矮了，矮了，刚好两个了。对了，对了。大家觉得我是不是在弯酸他啊？吴姐，这个时候我在这儿出现，很出乎你的意料哈。你啥子意思哦？啥子意思？其实你自己应该问下你啥子意思。昨天我陪你逛了那么久的街，今天你就背着我一个人来逛，而且还专门逛这个男士服装店。嘿，逛男士服装店有啥子问题呢？给哪个买？给你。给我。哎呀，吴萱萱啦，吴萱萱，昨天我陪你逛了那么久，你不给我买，今天你一个人来给我买。吴萱萱，我们做了那么难夫妻，有何鬼说？哎呀，老公，正因为昨天你给我买了那么多衣服，我一样东西都没给你买，心头还是多过意不去的。想起之前你那个衣服也旧了，扣子都掉了，所以说我今天才出来给你买件衣服。你硬是好心把人家当成驴变色。看嘛，老婆，真的给我买的啊？哎，你要是真的给我买的，那我还是有点感动啊。这样子，我试下看，我好久都没穿过新衣服了。哎呀，好久没穿过新衣服，过盘瘾。嗯，吴萱萱，你给我买个衣服，像裙子一样，跟我买的，你和哪个？哎呀，你懂啥子哦？这个啊叫时尚，夏天家穿大的点儿，凉快。凉快？那真的是凉快，我这个心就更加凉快。高铁亮，你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哈，哼，说些话酸不溜秋的，哼。哎，吴萱萱，你给我说清楚。吴萱，你少点演戏，你给我说清楚，一天大白在花枝招展的，你要干啥子？好，你到男士服装店买服装，你给我说，你那个衣服到底是不是给你老同学买的？嘿，我跟了你半天，我就要看看你到底背着我做啥子。你想得出来哦，我们老同学会看得起这种打折货？这个衣服啊只适合你穿。耶，你还跟踪我，你简直太不相信人了。你要我相信你，除非你带我见你老同学。嘿，你不是没得时间的嘛，忙得很的嘛。我现在有时间，很有时间，而且有一大把的时间。你真的要和我一起去啊？不得行嗦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实话嘛，我们那个老同学其实没得啥子，就是特别有钱。我给他说，虽然我在小城市，但是我也特别有钱，特别过得。你看嘛，他见我啊，他请我吃顿饭，这个事情就算了。
关键是你去见他，你还要反请他吃顿饭。我跟你说，我要让你老同学晓得，你虽然没有嫁到上海、深圳、香港，嫁到了富顺，但是你一样的过得幸福。嚯，他不就是想请你吃顿饭吗？这个客我来请，这个钱我出，而且不让你吴小姐花一分钱，按照最高规格迎接，让他吃好喝好之后，知难而退。老公，你那么给我面子啊？但是你哪来的钱呢？不用你管，我有办法。你跟我说，你老同学喜欢吃啥子，耍啥子？我只晓得我们那个老同学啊，特别的洋气。哦，懂酒，特别的懂酒。他平时喜欢耍快艇，哦，喜欢开赛车。哎呀，哪儿像你哟，喜欢打点小麻将，吃点麻辣烫。哼，你说嘛，该咋个招待人家嘛？喝酒、滑艇、开赛车。看见没有？还没进去，酒厂就已经飘出来了。他不是喜欢酒吗？我们就把他请到这个酒庄来。你只晓得那个啥子酱香和浓香，你晓不晓得沉香酒？不晓得。沉香酒就是这儿生产出来的。你说在这儿吃顿饭，是不是很有面子？那肯定好贵哟。我管你贵不贵，那我问你，你的宣传贵不贵？那你贵不贵？你们的婚姻贵不贵？对喽。你能够把你的婚姻保住，你吃一顿饭你说啥子嘛？走，我带你到里面的会馆去看。是吧？你哪来这个地方？你看怎么样？爷们儿，我们订个包间。请问你们几位？三位。咋三位？是三位吗？我、吴萱萱，还有他同学。我呢？你。啊。我咋个都在做陪噻。你再咋个说，你是个老总嘛，最撇也是个总经理。哎，你身边不带个助理帮你喝酒啊？我喝酒特别凶，我就把吴萱萱那个老同学，把他喝趴下，让他当众发酒疯，这样子吴小燕就看不上他那个老同学了噻。你不就达到目的了吗？有道理，有道理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四位，那给你们订一个小桌吧。啊，小桌不得行，最大的包间。啥子最大包间？这不是浪费啊！你都到酒庄来请客吃饭了，你肯定面子挣足噻。哦，好好，最大的包间。嗯，你们四个人要最大的包间吗？看你那个表情弄神，你放心，哎呀，桌子上全部给你点满菜。好的。哦，也是气派了嘛，漂亮姑娘。爷们儿，你地方当然很漂亮，我很满意。我一会儿吃点饭要花好多钱了。看你怎么点菜，点满大桌，点最贵的菜，一桌下来要一两万吧。啥子？一两万？那个要我的命呐！我不可能为了面子不要命的噻。姑娘，走。哎，等等，那个服务员，你们这儿最便宜的点饭是好多钱？我们这儿没有最低消费要求，你可以点便宜的菜。看到没有，最便宜的点饭。哦，哥们儿，那可不可以到时候我吃饭的时候你帮我兜兜点，我点那种贵的菜你就说没得，这样子我可以点其他便宜点的噻。你可以点便宜的菜，我们酒庄是讲诚信的，既不会无中生有，也不可能有中生无。哎，我说你咋钻我老鹰呢？又不是喊你不说实话。比如说我问你，有没得十斤重的澳洲那个帝王蟹？那个一只要2500，但是这个季节没有。看到没有，都是话你说。有没得澳洲那个啥子帝王蟹？哦，他没得啊。你说啥子啊？那就来一碗那个蟹黄豆花，蟹黄豆花有吗？有。
好多钱？25。看到没有，我一哈就给你借了2000的。公姐可以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好，这个地方我们就把它定了啊。看到没有，这个环境，这个档次，肯定没假。这种阵仗，在70我们就赢了。哎，公姐，我为啥子那个啥子澳洲帝王蟹要2000多？蟹黄豆花才20多。蟹黄豆花没得蟹黄，只有盐豆。姑爷，高明，不愧是老江湖。这个吃饭的事情解决了，那耍有啥子做啊？我们吴先生说了，他们那老同学喜欢啥子那个赛车，喜欢滑艇。我们富顺哪个就知道赛车滑艇嘛？在我们富顺就有比这个更好耍的东西。老刘，亏你还是富顺人。就在私事就找得到这些东西耍，去忙啊，保证耍欢。哎，真可以哈，刚好谢总喊我明天替他到这个马个去，他去见个重要的客人。这样。谢总，今天还要接哪个重要客？重要客户。哎，今天啊，我的宝贝女儿。就是我的重要客户，还有哪个比他还重要呢？啊？走，乖乖上车哈。骗子，说好了带我在迪士尼乐园耍的，言而不实。哎呀，乖乖，爸爸都跟你说了的嘛。今天妈妈出差去了，等妈妈出差回来，爸爸妈妈肯定带你到迪士尼游乐园去耍，好不好？今天爸爸先带你去个地方。我们富顺有个马鞍村，晓不晓得？以前啊，那个地方穷，经常停水停电，让老百姓那点儿穷得很。现在变了，现在政府给他们修小新房子，而且那个房子啊还是别墅型的，而且啊还有一个很大的花草场，带你去耍一下啊！走，走走，谢谢谢谢。就是，哎，高亮亮，你穆萱萱不是给你买了件新衣服的吗？啊，就那个，你看嘛，这个像不像那种老板嘛？看不出来。所以我还是要想见下他那个同学，我觉得还是要提升下档次。哎，我有个办法。啥子办法？租。租？走嘛，我晓得那个地方。走走走。谢总车子开坏咋子？哎呀，人家谢总说了的，他跟我两个就亲如兄弟。嗨，他的车就是我的车，他要支持我，当然我就毫无条件的支持你噻。我这不是为了去迎接你那个同学，给你给足面子，我要让你那个老同学晓得，高老板就是我高天亮。哼，还高老板的，哪个老板夏天家穿成这个样子哦？你热不热哦？穿热跟舅子一样。哎呀，你大老板哪里怕热嘛？我说那是冬天，他就是冬天，还可以开空调噻。哎呀，你撒了好多香水哟、哦！管人家的，走走，快开车。你这个时间都到点了，咋回事还没来呀、啊？哎，是这个点儿的嘛？哎呀，我给他打个电话。喂，哎，你这
走到哪儿了？我们都到了。哎，明天啊？哦，好，明天见。哎，咋回事哦？未必他要困宵啊？老公，是明天到，我记错时间了。哎呀，我说你个急事跑这搞跑了，人家没来，你这跑就去夹着吧去。哎呀，还不是你呀，天天在屋头说，哎呦，该咋个安排他，该咋个请他，哎，说得我心慌。走，回家了。热死了。哎，小子，啊，好，我马上给你开回来。啥事嘞？谢总喊我马上把车给开回去，你看嘛，还不是你搞的污。哎，你不说谢总是你兄弟的嘛？哎，他的车就是你的车的嘛？我懒得跟你那个说。哼。高田，嗯，我看了你的出勤表，迟到早退是常事，还经常请人家给你顶工。现在开起车子，还经常开出去公车使用。哎。你就当个司机都当不好是吧？啊？你是不是不想在这儿干了？谢总，我晓得我错了，我不干了，我再也不烦了。你乃是个大菩萨，我这儿庙子小，容不下你。你要是另谋高就。哎，谢总，出去，我不想再看到你。哎，走。老婆，你不要用这种眼神看到我嘛！你用这种眼神看到我，心都没得底，我害怕。高天亮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一会儿时间你又失业了哇？啊？这个事情你得晓得哇？哎呀，老婆，你不能怪我嘛！我还不是为了去迎接你同学，要不然。我也不会乱用谢总的车子，他就不会开除我了噻。好你个高天亮，当当我一套，你背当我一套，社会上人生如戏，在屋头拼演技。你以为你是影帝嗦？老娘一套一套的演。那么喜欢演，你咋去当演员？只要你把钱给我挣回来，我啥子都没说你。你这点小把戏，还想当影帝？你啥子要成功了吗你？哎，老婆，你把我打了，把我打了吗？我还要去见你同学的嘛。见我同学是我的事，你这种失业人员，哼，见我同学，要是人家晓得了，我这个脸往外放哦。你明天不要请人家吃饭了，个人去找工作。啊？不要我叫你同学了啊！要是我同学晓得我找了个无业游民，我好造孽哦！哎，老婆，哎呀，老婆，你还是让我给你录去嘛？你想去啊？嗯。你还是去找工作算了，我把你带进去，我都觉得丢脸。我，哎，老婆，萱萱，萱儿，刘总，刘成功，哎呀，欢迎你来到富顺。哎呀，这么多年没见。还是那么漂亮，一点都没变。真的啊？哎呀，你现在是大老板了，越穿越撑头，可以哦。哎呀，老多老了。哎，你那个人家的老公呢？哦，他出差了。哎呀，走，我带你去转下古镇。哎，兄弟，来哪个说话？他好像喊我们走。
不行不行不行，你看他伤得这个样子，我们咋个能够走呢？哎，我们来两个兄弟，把他抬起来送到医院头去哈。送到医院头去。我可以走。喂，哎，公姐，我有点惨了。谢总晓得我偷开他的车子，工作都遭出脱了我。哎呀，兄弟，你不能这样蔫下去噻。哎，你今天不是要接老同学，还要跟老同学两个 PK 的嘛？哎呀，吴教练不要我跟着他，我哪里敢跟着他嘛？我看到他们两个亲亲热热的。我这个心如刀割啊！我，你必须跟着他，盯到他们两个，按你原来的计划行事，才可能找回你的尊严。是孽是小，是昏是大哦。对啊，那个才是当务之急。对了，公姐，你要帮我的忙哈，帮我找一辆车子，我时时要保卫我的爱情。哎，陈小姐，你开了个啥子车子哦？看铁娘，我是动用了所有的关系才给你找到的这辆车子，朋友友情，没有谁比得上。我说你在搞啥子？你在搞啊？哎，昨天我都跟谢总开的大奥迪，你今天给我整个小奥拓，人家有钱人啥都没见过。那再说了，就凭我这身衣裳嘛，你配不起嘛？嗨。有一辆就不错了，再说了，你这身衣服都还是租的，你一个无业游民，开不出啥子好价钱，我也给你租不了啥子豪车。那个能够有一个四个公公的车子，又是免费的，已经很不错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好！哎呀，我这当富人土豪的第一步，我就输了。咋子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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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不起奥拓吗？啊？嘿，你还买不起嘞？哎，你放心，反正我会全程给你做好服务，给你当好助理。哎，吴轩轩呢？他们在古镇上，可能该出来了哟。哦，那走噻，上车，上啊！今天啥子天气？那么热？不好热吗？我还穿的西装，你我这样，哪可能开天？开空调，开空调不费油嗦。这个油都是我家的，自己拿帽子噻。这儿，来。哎，吴轩轩，吴轩轩。